哎呦，当然呢，今天这个难得看到两位，哎呦，复古又时尚的感觉啊，真的那是比较感觉性啊。那那个 Huber 说啊，我们做一个新的啊，这个有点像精品旅馆，又不是那种好像很细腻啊，黑白的，而且他用了一个东西。 他用一个东西，他用一个东西打动我了。他说：“我们这边很环保，我自己对环保真的很有兴趣。”我在想，你可以多环保，而且西门町其实起落落，你要在这边做，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吸引这个年轻族群？对，那我一来看，哇，真的那个一进门的感觉，比如说进到艺术展览区啊，房间每一层楼都有他的主题啊，画画，然后而且进来感觉很好之外。 Huber他跟我讲了一个重点，他就说其实西门町你不要把它想成是要给来这边的年轻族群，他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观光客，香港、日本、新马啊各地的人，他就讲大话，我们要把文化传递到世界各地。哇，收集了所有在那个年代的相关歌曲哈，有翻唱的。 然后我们就一组一组，先大概做一个剪接，然后再挑出最适合的，然后再去找画面，然后剪完了就一直做修改，所以其实那个你知道，老板不体恤我，还嫌我没有按时交，因为那个过程有一点反复。我觉得那时候音乐是有一种百花齐放，然后再来也就是我成长的记忆嘛，那个记忆。 里面有音乐，音乐里面有记忆，都感觉特别美好。最深刻的除了在外面演唱，就是我刚刚讲溜冰那一段。然后，而且我那个是翘课溜冰，我那时候刚进台北工专一年级嘛，然后自以为是大人了，其实才初中毕业，然后就有时候上课就觉得翘课是一件很爽的事，然后通常不会被发现。可是那天因为。 那叫什么头破血流，回家肯定被发现嘛，然后一大块纱布，连这个人中都是，然后从此以后，这个状况太严重，我妈就这个盯着我比较紧一点。我本来觉得搞团是有机会的，结果后来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可能你知道我在表演的时候啊，面目过度狰狞，所以有一点给人家有一点压力啊、距离感那样子一个比较害怕的感觉。 所以那个时候，其实我比较没有这么多开心的机会。不是跟你讲，我撞到墙眼镜，整个飞出去吗？现在想到就很像那个电影画面啊，自己帅，然后结果整个沉慢动作扭曲，我还是回忆就是开心的一件事。新专辑啊，我说任何事情那个有感觉比较重要啊。来这边一看，感觉很好就想做了。那如果音乐也是以前。 为了要出片而出片嘛，那现在如果有感觉，写得出东西来，我们再来研究，再来讨论。意思是现在都还没有感觉？现在有一些感觉，可是我觉得做唱片这个是，没有一个定论，就做出来才是真的。所以现在是主持让你比较有感觉吧？也不是主持，说老实话，主持有点像一个工作啊，然后你每个礼拜去，然后就照着现场的状况去做调整，那。 有时候状况不好，你也要录，啊，状况好就录得很开心。可是做音乐一定要，大概要到达一个某一种分数了。做唱片感觉以前有压力，可是做出来有时候自己觉得，哎呀，太赶了，反而不好。